早上9点钟到了拉萨，很不幸的是阳光之城下起了雨，然后我昨天又没有刷牙，又没有洗脸，总之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惨的样子。虽然从昨天早上7点半我们就在赶路，我们已经在车上赶了超级超过24小时的路，然后才到了拉萨。希望可以尽快吃到早餐。 Life is a dream and love's a drug. Oh, now I think I must be my user. When I was a river trying to酸奶，酸奶，我希望有牦牛奶，应该有牦牛酸奶吧。哦，这里有好多人的足迹啊，看来是一个受人爱戴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要走了，拿到酸奶就走。